即将红遍全球的第一个创意美食。今天的食材就是它。我本来这是一整盘牛肉，但是我的小徒弟硬是说今天有个世外高人要向我发起挑战。So easy. A few moments later.是我的干料理呢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打错。师傅，你就试试吧，就一口。行吧行吧，没事就试试，就一口啊。哎，真香！这低温烤制的牛肉要比一般牛肉嫩很多，而且肉质完美的保留起来，一口下去简直置身在辽阔的大草原之中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手不听指挥啊！今天既然吃了你的一道菜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回答你的问题吧。记得在评论区里留言哦。